势必要出乎他。我们让大家特别来看一下这个装饰，来，请往前一步。我已经给我自己带第二次。手机跟相机，为他们拍下最漂亮的画面，也是我们呢在里面大家熟知的角色哦。每一个呢都需要呢一个精心的打扮，并且呢要 cosplay 走秀给大家看，真的很不容易。我们再次有没有没拍到的朋友举个手，举个手，好，来举个手，看这边哈。好，我们再给大家最后十秒钟，好，最后十秒钟 ，OK， 我们后面加码两分钟给大家拍。你还没有拍够的朋友，把你的相机、手机举起来，我们让大家呢在这一场都可以尽情的来捕捉到每个 cosplayer 最漂亮的画面。同时，他也是呢大家熟知的角色。如果你特别喜欢哪个角色，赶快举起你的手，还没拍到的，赶快举起手，挥挥挥挥挥挥，好，让他们看向你的镜头哦。好，相信大家都能拍出最漂亮的照片。还有没有没拍到的朋友？哇，后面的朋友要知道，早一点点来卡位，你有办法捕捉到最漂亮的画面。前面的朋友应该等很久了吧？应该都等很久了。好的，来，我们呢还有这边朋友拍到了吗 ？OK 了哈。好，要不要看这边的镜头 ？OK， 因为我知道很多很多朋友都是为了这个时间特别要来看 cosplayer 走秀，就在此次的电玩展要带给大家。最后 ，OK，Thank you， 谢谢，谢谢。好，我们再次热情的掌声给他们好吗？耶，有粉丝是不是？最喜欢哪一位？哎，哎，我们日本的粉丝朋友特别。全身的打扮呢，最重要是请大家关注这把剑。这把剑，那你可以来呈现这一把剑的特色跟你自己给大家，所以往前一小步让大家拍个照。哦，其实不是卖的，或者是说来给大家拍一下，特别哦，从日本过来的，扮演到我们怪物弹珠里面的角色给大家，非常非常的漂亮，而且呢，全身上下都是亮点跟细节。照片现在非常的集中，非常的好拍，大家赶快点开你的手机跟相机。后面的朋友，我们赶快呢，听到声音来自 SBLACK 的摊位，现在为大家带来的是怪物弹珠的 cosplay premiere show 带给大家。那么同时呢，也是特别的，我们的左半边是我们的日本的 cosplayer， 右半边就是台湾的 cosplayer。千万不要忘记在下一个时段的时间，等一下是什么游戏，知道吗？要跟他们再见，是不是耶？ Yeah！好，你们真的是非常的给力吼，所以呢，大家有把你的手机 ID 都知道了吗？如果你还没有拍到，你可以举手，他们应该会看到你。
手，有没有挥挥手？好，挥一挥手。好，对，好，看向你们的镜头。后面的朋友，欢迎大家来到怪物弹珠的摊位。现在为大家呈现的是世界第一怪物弹珠 cosplay premiere show。走秀的都是呢日本与台湾非常知名的 cosplayer， 呈现给大家我们在我们的怪物弹珠里面的角色。好，我看到大家今天这一场非常的踊跃，再让大家多拍几张照片了。好，那在直播线上的朋友今天也陪伴大家好久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希望大家如果有空可以来现场来拍拍照哦，来看一下我们这些呢精湛的，包括呢大家看到的衣服啊，或者是呢表情神色，他们都诠释的非常非常的好。所以我们现场所有的朋友还没有拍照，赶快挥一挥手，挥一挥手。好的，倒数30秒钟，让大家拍一下。好。来，大家还有哪一边？中间哦，中间的朋友好多，右边的朋友这边也没拍到，可以看一下右边哦，右边这边好多朋友。我就要告诉大家，如果想要能看 cosplayer 走秀，然后尽早来卡位，尽早来卡位，卡第一排，像这位帅哥一直都站在这儿。好，我们最后加码，最后再30秒钟。来，让大家所有路过的朋友，现在为大家呈现的是怪物弹珠的 cosplayer 的走秀，同时也是呈现给大家在里面大家熟知的角色，包括路西法，大家最喜欢的路西法，大家可以赶快趁机来多拍几张照片，还有白雪公主、项羽的角色等等。最后10秒钟，最后10秒钟，大家把握时间，太棒了！哇，看看呢，现场好多朋友都挤在我们的摊位，太开心了！好，掌声谢谢我们的 cosplayer， 谢谢，谢谢他们精彩的走秀，一起他们稍作休息。然而，懒人每一天的活动都非常非常的精彩哦。哎，还有跟你挥手的，有听到了，太棒了！好，我们今天的活动呢，走秀就到这边。当然，明天也有非常非常精彩。
我们里面的角色给大家。Thank you， OK。他的今天身上所扮演的角色，那也非常感谢大家直播线上的朋友，也欢迎大家留言哦，跟我们一起。